我们今天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我们先在网络上整理了一下，价格最低 到最高。好，待会我们就是盲猜，可能你可以看它的做工啊、重量啊什么的，先大概猜你觉得哪个是贵到便宜。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买的话，你会选哪个？我会选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最近不是都是那个梅雨季吗？我自己蛮困扰的是，有一次我晚上那时候下大雨，然后我开88，然后去同行那边，那个玻璃刷下去，然后是完全看不到。刷下去水没有被你刷开？对，比较常做的就是除油墨，玻璃会变得比较清水，它不会有一块一块的。哦，对哦，那它是全部都是水，那个就是清水性。然后除油墨有分很多种，有品牌的、没品牌的，跟网络流传的一堆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先介绍一下东西。OK， 好，这些都你买的。我们先在网络上整理了一下，然后我们从价格最低 到最高。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你要问网友。怎样？一次除油不刺鼻，零黏腻，35块。35块，俗。再来是这个。这个我们也是网友留言看到的，他说那个汽车美容的业者其实私底下都用这个，啊，这个是85块，再来是这个，其实这个我们刚才发现它是专门除水垢的，它叫玻璃复活剂，然后我发现这个两个是同个牌子，都是 Soft99的牌子，虽然它是除油垢的，不，水垢，除水垢，但是我们也来测看看，我们好奇它的表现效果是怎样。好，那下一款也是同个牌子，专门除油墨的，价格是335。OK， 335。发现你都让我讲，我这个比较蛮多人在用的。这个你有看过有人用？我啊，我以前也是用这个，就是那个收车然后车上捡到。那最后还有一个最贵的490，这个名字很特别哦，它叫龟苓膏。龟苓变成零啊，所以这个是490。对，最贵，目前最贵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最贵在这里。像这个，这个是怎样？无价，这是正品 ，PIA， 这个是算台湾在，比如说像雨刷，它的牌子算比较大牌子。那我们就加码测试啦，这个送的一小罐而已。对，实测之前呢，我要先把这脏玻璃先洗干净。那先洗，不会先把上面已经有的油墨洗掉吗？如果有办法这样洗掉的话，那些油墨就不会出现在这市面上。哦，我们列一些，比如说方便。方便就是我们在试做的过程会不会很复杂？那清洁度就是清完之后，可能我们洒水啊，看水在上面滑动有没有比较顺，或是微微的比较卡啊，这个可能很细，我们会用高速摄影给你们看。再来就是持续的部分，就是我们除完之后，我们一样放到光天化日之下，放个3-4天，4天过后我们再回来测一次，看它的表现。减损会不会很大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。好，开始，先测试一下，闻到吗？这个啦，主要是这片。哦，应该有。哦，你有拍到吗？哦，还有这里，这里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。我们先从第一样。魔术林。魔术林，来。然后就喷这块了。好，开始。要喷多一点。我感觉我在洗厕所。这有用吗？试一下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是有好辣差啦。这边很明显会有一整块，就它还是没办法像这边一样。对啊。拿去洗厕所。好，我记录一下了。蛮方便的了。魔术林方便。5分了。方便，最高5分了。好，5分。要清洁1分。0分吧。0分？应该是零的吧。那它也不用持续吧？它直接删掉了。就零的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是来我们的麦氏男士洗面皂。好，我们用上面。哦哟。哦，好恶哦。这块吗？对，这块。这个真的有用吗？网络流传到底会不会信？你说如果没有用就好笑了。
羊更糟嘞。好的，厉害，哪个网友给我出来哦？厉害。好，刚刚那个麦是很明显是个大失败。没错。方便度给几分？三分。三分。三分。清洁零。负一可以吗？没有负啦。哦。OK， 零。持续也是零。对，不用测。好。去玩水哦，好玩，好玩。下一样是我们的这个玻璃复活剂，复活剂。嗯，它的使用说明呢，就是你要把你要施作的那一片玻璃擦干，然后把这个呢，它会给你一块海绵，还有一个白色的布，把它倒在这个布上。嗯，然后开始用力的擦玻璃，用力，就是用力的把它弄干净。要戴手套吗？这会不会吃我的手？不会，不会。都破烂而已。妈妈咪呀！我来喽，来哦！啊砰！哎，哦，哦，他说要用力，用力哦。好，来喽，来吧，冲水吧！见真章的时刻来了。有 feel 吗？有哎、欸，有点哦、喔，变滑哎、欸，对，很滑。有，是不是比刚好多了？就是边边角角，我们刚刚没有刷到，一点点啊。而且它，你们要记住哦，它不是除油墨的，它是写玻璃复活剂。对，它是除水垢的。对，除水垢的。那复活剂的部分方便吗？觉得跟麦氏差不多。它需要大力刷。对，所以稍微麻烦一点。对，清洁程度我觉得很屌哎、欸。我觉得很屌，我觉得不错。但你要给几分？这样算最屌的吗？不确定，不知道，没有试过，没有比过。那先四分。好，先四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换下一个同门师兄弟。没有错。原来这个都是油墨的，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。反光有看得到吗？哦，它跟纸胶带的颜色很像。刚刚这样弄一小块，大概两分钟，一般人可能就觉得手酸了。那如果是整台车这么多玻璃，你要除，是不是会更累？来，往下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不错、啊，像最底下的这种原本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除完。你说跟那边的差别吗？对对对。还有这边。方便度应该也是差不多，我觉得它比较累。为什么？就很难推啊，因为它要推的力量比较大。对啊，那就给它二。好二。那清洁的话，我觉得还行，它蛮干净的啦。那一样是四吗？你觉得他们是差不多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最贵的龟苓膏。龟苓膏。直接挖是？直接挖。哎，那我手。跟我手有关系吗？手被吃掉。他说要推到那个水不会晕开，感觉是要推蛮久的。OK， 可以冲喽，冲好。哎、欸，这好滑哦。很滑吗？滑哎、欸。我来摸一下，这两个我还稍微摸得到一点点残留物，但这个好像摸不到了。你说，嗯，这应该是目前我们感觉清的最干净的吧？对，好，评比一下，龟苓膏施作难度，我觉得是目前最累的，一吧，一哦，清洁度最顶，五，好，使用方法有看到，从头到尾我都不会，好，我看一下。Shake the bottle before use， 它有英文啊。我稍微理解一下。好，我稍微理解一下。这个是，算了，直接开好了。哦，看到没有？这一看就是奢华的象征 ，PIA 的海绵。这一看就是不简单。然后另外一罐，你知道吗？全摆啊。白胶。会不会偷偷拿别人的东西装在里面？这我不好说。哦，珍惜哦，哎呀。像龟苓膏，很像龟苓膏啊。对啊，那我先抹。好。
感觉抹上去很像麦斯的。麦斯的灵压回来了，好推吗？不、哦，不好推呢。换了这个有比较好推吗？有，有，感觉有在研磨，但不多。OK。冲的很快，除掉了吗？还是有一粒一粒的，还是有、哦。对啊，玻璃长整齐。好，好，看一下，这边已经有油墨了，但我觉得比洗面乳跟那个好很多。嗯，有用到的地方都其实都有除到，稍微除到。对啊。OK， 那这个 PIAA 方便程度。零啊，他给的那一块根本就不怕用哦。清洁度呢？比他们差一点，那就是三，差不多三。三，那我们这目前这六种都已经试做完了。没错。那有两款直接淘汰，就是我们的魔术灵跟洗面乳，毫无悬念。那剩下的我们就静置，之后我们再做洒水。那我们刚刚发现，我们前这两款除完之后，发现它干掉之后，可以看到一些，还是有一点，对，在那边稍微还是有一些，那就是我们除不够干净，多除几次嘛。对，我们多除几次之后就放到对面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趴见。好，拜拜拜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把车放在对面，风吹日晒雨淋。五天过后了，我们待会直接洒水来看。没错。我停水了。好。啊，摸起来嘞？好像都差不多。都差不多滑。对啊。所以它持久性算差不多嘛？很少人会除完然后就这样放。那通常除完会怎么做？就直接玻璃镀膜。哦。对啊。我们刚刚这样洒完水。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测它的持久。那你说什么东西可以测？因为正常是，比如说我们除完油墨，玻璃弄干净之后，我们会再上玻璃镀膜，镀膜才有可能去测持久性。了解。对。那就先不看这一项，如果就这几样产品来说，会选择哪一个来做？我自己会选择汽车美容。啊。哦，超能力。因为有些人他一定会去送洗。他们就一并处理了。对啊，就顺便。那我冒昧问一下，大概花多少钱？内外洗的话，应该1000左右，在1200、1300、1500不一定。哦。这种大概1000块左右的，都是他先帮你里面吸干净，擦一擦，也帮你上皮革的保养液。嗯。然后外观会帮你打棕榈蜡。那我假设是我啦，我自己可能会选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好做。因为像龟苓膏，它是像挖法拉那种，你要把它转开挖一坨。那这个它就是一罐，像挤防晒乳，直接挤出来一条，然后直接刷，直接刷。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，啊，刷完冲掉就好了。个人会选这个，那你们会怎么选？欢迎下方留言。OK， 这是雨刷，那我们就交给小雨。OK， 好，待会我们就是盲猜。可能你可以看它的做工啊、重量啊什么的，先大概猜你觉得哪个是贵到便宜。那猜完呢，我们实际上车刷，刷完我们再猜一次，就是看刷的感觉。哦。最后我们再公布。好。然后刚刚我们身后这两台车都是 U 叉，所以雨刷都同一个规格，他们的玻璃也都已经清洁过了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两个人手中都有一块小白板，上面有做 A、B、C 分别。然后 A 旁边为什么会有个小点呢？是因为我们在雨刷上面都做了记号，我们用点点来做记号，然后用个白点。OK， 待会我们就先盲猜他们的价格是多少，写在上面，最贵就写一、一二三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开始。好，因为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分辨雨刷的好坏，但这个就像我们高中考试选择题的概念是相同的，因为那两只呢，那个骨头都不会动，就唯独 B 的这一只
它有一点点软骨那种感觉，就它最特别，应该就它最贵。然后剩下两个就是我依照我的感觉，高中考试的时候随堂测验考那个，就这样就对了啦。哦，我第一名选 C， 因为 C 呢它的重量最重，凸显的分辨方式，它塑胶做工我也觉得也是蛮扎实的，虽然我不知道塑胶对这个有什么帮助。第二名我选 A 是这个，我跟 B 来比的话，因为 B 上面的结构是金属的，夹子夹在这一整条塑胶上面。那我想说它这样做弧形的设计，就是因为它可以比较平的去贴附在玻璃上面。我猜这个可能是第二贵，然后最便宜的是金属制的这样。OK， 好，有一种不妙的感觉，就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第一名选 B 啊？我第一名选 B 啊，因为你看这两只都是这样硬硬的，只有这一只是可以这样的。那它应该是最贵的，因为它比较特别，多加这个就要多加钱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上面是铁的，然后这边又是铁的呢。所以你觉得铁的比较？我刚才说铁的是不是很烂？所以我把铁的排在最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上装上车，我们两台车嘛，一台车装 A， 一台车装 B， 然后待会都会看那个雨刷的状况。好，开始。那我们要实测说直接装上去看刷的那个效果啊，因为两台车都是，两台都是同一台，所以什么啦？都是 U 叉卡住。哦，两台都是同一台，就是都是 U 叉嘛。然后我们雨刷的部分我们就是设定为自动，然后出水量两台也都会是固定的，然后我们会分两段式这样子刷。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刷的效果。好，我觉得单看一台可能看不出个所以然，但是以刮的程度，我觉得是刮的蛮干净的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要都看完才有办法做决定，搞不好第二台会更好。来，喷水小弟，下一台不是这一台啦。好，这台的雨刷是 B， 然后我们直接来喷水。好像有点，我觉得有点刮一点点不干净，一点点。我觉得完蛋了，刷第二下的时候，我觉得完蛋了。看不出来，这应该是，反正他不是第一名，这不用讲了，我直接作答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再换第三组，这样比较快。好，现在剩下我们的 C， C 我是个人猜最贵的啦，应该是最屌，我不确定。我是猜第二个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喷水小弟。它是最烂的，感觉跟 B 很像，它比 B 不如，真假的啊？再碰一次，它也没有说刮得很干净。好，最讨厌扭扭捏捏的，直接果断做决定嘛。好，我决定了，就这样，公布了吗？我跟你一样靠杯，我没看你的哦，我也没看你，我刚刚自己决定的。我们要公布这个残酷的事实了吗？要。好，哇，一颗心丢在那边痒痒的。OK， 开始。我们这样 A B C 测完，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买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会选 A， 因为我会比较看重就是实际的效果。嗯，对，因为。当然前面摸材质摸不出来，可是真的在实测的时候，那效果我个人觉得是有差啦。虽然一跟二差没很多，但 A 我是觉得真的刮得比较干净，确实。然后 B 跟 C 虽然也还不错，可是它第二次摆回来会有一些水珠被它带上去， A 不会有这种状况。我觉得 A 是比较好，我会买 A。好，那我这个人呢，我很务实，我会选 B， 因为我自己猜 B 最便宜啦，所以最便宜的话效果又还可以。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直接撕贴纸开包 ，A B C 到底是哪个品牌？好，我现在开的是 A， 我选 C，、一定是最贵的 ，C 的，错了 ，A 是最贵的，干，贵真的是有贵的道理啊。A R C 是什么 ？Zero Sports，
C 呢是 Zero Sports， OK， 就是最烂的哦。效果没有那么好的。那剩 B，B、就是、是铁骨的，剩下那个 Bosch， 就是我摸起来，我觉得它是有值得的那一个感觉的。败家的本性从这边看起，怎么选都是选到贵的。哦，所以你选的是 A， 你选到的是1000多块的，一千多块的。我选到的是 Bosch， 哎 ，Bosch 好像最便宜耶，400多啊，因为 Zero Sports 700啊。我只有这个是对的，因为它刚好卡在中间。我最贵跟最便宜是颠倒过来的。我只有这个猜对啦 ，A 跟 C 我是猜错的。就我们两个是一样啊。OK OK， 当然贵是有贵的道理啦，因为确实它的效果真的还蛮显著的。而且我记得他们家，这不是业配啦，这是我看他那个盒子上面讲的。对，它的有一个就是自带油墨还是镀膜的效果。你说本身就有，就是它刷过去很像就有，因为力哥一直跟我推荐这个，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入股抽回扣这样子。然后说你可以跟我买，我拿给你比较便宜，我是不知道。力哥真的是狂推啦。对，可是这个是真的，网络上的评价也真的还不错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到这个阶段结束之后，我们还有一个加码的项目，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，拜布。好，我刚跟小雨都觉得这三款测的感觉表现都还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加码，直接喷机油。我们刚倒了点机油上去，待会就直接洒水去刮，看他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油刮干净。OK， 我们就直接来，我先洒，这个东西都是油。OK。好，油墨加码测试已经测试完成了，很明显可以看到 A 的表现比较差，然后那个人他妈给我过来，那我觉得 B 跟 C 的表现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我个人会选 C，C 看起来会再刮得更干净一点 ，B 就会再稍微有残留一些东西这样。好，那加码测试就做到这边 ，A、B、C 这三款，你们会怎么选呢？欢迎下方留言。先这样，拜拜。